事，我哋 TVB 当然要参与啦，而且仲有好消息宣布，就系同内地著名影视平台爱奇艺合作啦，双方将会展开一连串嘅合作项目。因为这一次跟爱奇艺的合，当年《创世纪》就系香港好受欢迎，事关剧集反映现况，引起咗万千观众嘅共鸣，连内地观众都一样感动到，相信今次再《创世纪》一定同样掀起两地煲剧热潮。不过讲到热潮，又点可以唔提近日热爆嘅《城寨英雄》啊？今天很高兴来。两位而家系咪咧望住咧即《城寨》嗰个收视好睇股市咁啊？每日系啊，我哋全个剧组啲人都系咁讲，好紧张咯。但系我觉得我哋都对个收视好有信心嘅。